看我手啊，来跟着看过来。往上看，鼓鼓腮看看。哎，好的，吃东西不呛是吧？这手来抓紧，用点劲儿。你也知道这个病呢，它是从一个部位向一个部位逐渐的发展，但是随着时间，从上肢然后慢慢下肢，从右侧慢慢到左侧，力量会越来越差，肌肉萎缩会越来越明显，最后可能会影响到像说话、吞咽、呼吸等等。到目前为止呢，我们也很难完全控制它。逆转的，只能说尽可能的延缓它的发展。所以在营养支持、呼吸管理以及心理控制方面，一定要尽量做到位，能够对这个疾病的延缓呢，尽量发挥一些作用。行了，以后有了这个就不用怕了，上厕所都不用起来了，睡觉吧。小圈儿，
送我去护理院吧。